级无敌显瘦的，我觉得这个黑色穿上去你就变成辣妈，拔掉哺乳的，对，直接可以拆扣，然后就是可以做哺乳的部分 ，A 到 C cup 都可以穿。夏天它很舒服，很居家，夏天你就穿这样在家里，然后你自己配一件你喜欢的短裤。如果到了冬天，它够弹力，很贴身。贴在你的身上会有保暖的效果，而且它有三个颜色，粉色、黑色跟肤色。这个里面呢就有附一个，我觉得是稍微有厚度的胸垫，贴心，它是做有一点点、一点点厚度的。然后这个一点点厚度是让你就是不会激凸，每一色都穿搭的重点。比如说黑色你就可以单穿，然后在家里很显瘦。对。然后粉红色你搭浅色衣服的时候可以搭，肤色也是，你穿白色衣服里面搭肤色也很好看，也没有超弹，超级弹的，而且它有 L、XL 跟 XXL， 好不好？